真累。对也不行，错也不行，哎，没个整。先抢个二，逼他一下，有骸骨吗？没有骸骨，没有骸骨不早说。A 平 A 平 A 平 A 吃药平 A 平 A 平 A 一 A 再 A 闪现平 A 接点好闪，我死还交个闪现，那螳螂应该不太能来吧？你猴子打不过剑魔啊，现在猴子也就能打剑魔了。你打不过剑魔，我只能说那惹晒的剑魔在我面前可能都不太好使，只是我没碰着过他，我碰他一把，一共就碰他一把，他玩了把球女，他不玩剑魔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先 Q 你一下，好 Q 一，来 E A W A 接 Q 接平 A 接平 A 走位先脱离平 A 平 A A 接查眼 Q 一。打不着你！哎呀！还有闪现，你遇见剑魔 Q 有点准，很难受。你不会躲呀 ？Q 有点准，你让他硬 Q 啊！他放第一个扣你就直接一他脸，他上哪能扣中去，他不可能扣中。第二个你就继续近身，第三个扣你就打不着躲一下就完事，他上哪准，他不可能特别准，打不着人。你不能说你跟他你也不打他，他也不打你，然后他啪一个扣把你扣了，你说他扣有点准，那能行吗？就这种 Q 他敢放吗？他敢放我就直接 E 他，你就一直摁 E 知道吧，你要想上你就一直摁 E， 他反正他放 Q 他就在那一呆，在那一呆你就能 E 到他，第一个 Q 就给他躲掉。这怎么又来了呢？没完了是吧？老螳螂这我想想啊，这波能不能打这个螳螂。我说实话，我兵有点多，你俩还真不一定能好使。你看他这个 Q 他怎么中 ？Q 一下，我征服者触发，假装打不过 ，W A 点炎，一先杀螳螂 ，A 接两个 Q， 他跑了。我的兵有点多，不是很怕的。我可生了，小伙子，这炮车你补不补？你补车你就要死。这个车就放在那里，他要敢扣 E 他就死。再见，我尽量这一把
15分钟以内给他结束战斗。好贵哦，1800。1800。那我为啥不出三项呢？西兰刀。西兰刀。我是5攻击力，20暴击，20急速。我是5攻击力。啊，西兰刀攻击力这么高。我决定第二件试一试，来个西兰刀。EA 平没 W， 这不随便躲吗？这你不交闪啊？我寻思他交闪我就放过他，我就不上了。还不交闪，哎呀呀呀呀呀！我试试能不能给他反杀了啊！因为他没有技能，我们征服者能叠满，能吸血。这边我跑也能跑。谁来了？飞兹啊！飞兹要来呀、啊！我吃个塔皮死这儿得了。既然你说飞兹要来的话，那就死了得了。人家打蓝 buff 去了。但我估计他打完蓝他也得过来，我这么点血他肯定指定得来，我也有点害怕。这把打完我就走了。今天就没有直播了，明天我估摸着明天应该是12点到1点左右，我们可以开一下户外。哎呀，这人居然一 QE 都不用啊！他 QE 都不用，正常的建模第二个 Q 是要用 QE 的，我寻思。我往他前面躲一下试一试。去哪？我去三亚再见。我去东北四省。过来我这儿啊！哎呦我飞兹，没事，这飞兹不可能杀得了我们。我操，这飞兹跑这么快，这什么移动速度？这飞兹呀，这飞兹跑这么快吗？418。387。飞兹跑得有点快。
他有无情猎手。打条小龙吧，他剑圣半天也不知道干啥呢。给我下来报仇，给我杀飞之小驴人，哪有眼儿？我看看。哎呀，依不到他，好勾。给我杀的小驴人，别人可以不死，小驴人必须得给我死，好勾。打个红的，那螳螂搁那瞅什么呢？哎呦，谁允许你瞅了？我想问一问，谁允许你瞅了？允没允许你瞅？小伙子，这一波我在想到底要不要回头干他们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我先闪一走，这不行了啊。其实我刚才在想到底要不要回头干他们，想了很久。哎，好的，飞兹来了，打个鱼儿回家了。嗯，其实我刚才想回头打的，我刚才应该回头打。你是想做一个懦夫，还是想做一个勇士？哪怕只有几秒钟，回头打，我估计有大概率可以双杀。因为是一个是零杠八，一个是二杠七。先来这个是朋克巨猎，这玩意儿呢便宜。螳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螳螂这是卡了呀，我一看。怎么不动了呢？可能是在等待猎物，没想到来了一只猴。这飞兹有这么狂吗？这飞兹敢穿我小驴人，你让我躲他抠，这抠这不都挺好躲的吗？100块。拆完上，拆中下吧。这个假猴为什么没给我挡掉这个大招？我不太理解。
谢谢守望帮我打的飞机。这飞机跑的确实是有点快，那到现在也没有个鞋，先把鞋出了吧，跑的是真慢的。谢谢手棒帮我打的飞机啊！再把打完我就走了，兄弟们。我走了以后啊，你们要想送飞机啥的，可能就送不了了。今天抓紧时间，现在正好啊，中午想送飞机，抓紧时间啊！现在再不送，啊，后边就送不了了。送了，可能也没有我的感谢了。谢谢蓝烈汉的阿姨粉，谢谢阿姨，感谢阿姨的一个飞机。去几天呢？我看一下啊，4月3号就回来了，4月3号。